见过几次面，终于有机会介绍下我哋俾大家认识。首先同大家介绍嘅系朱小妹，佢真系好中意食嘢噶。喂，快啲俾个样子大家睇下先啦。系啦系啦，啊，我仲记得佢好中意饮果汁添噶。开 party 咧，我觉得要有苹果汁、橙汁、士多啤梨汁，仲有芒果汁添。至于我咧，我就系杨太太，芳龄年年十八岁。我最叻就系用魔法药嚟种菜，仲系今届雪糕山森林之王。虽然大家都话我长气，不过我都系为咗你哋好咋。要谦虚听人嘅意见。仲有啊，到我啦，到我啦，我系布布，系雪糕山森林入面嘅人类。我同各位动物朋友都是好朋友嚟噶，而我亦都是雪糕山的金牌司仪。我手上呢一支唔系雪糕，是咪嚟噶？今次雪糕山森林之王选拔赛有咗结果啦，胜出者就是杨太太。头先施大哥俾咗份稿叫我跟住读，最后一位要介绍嘅咧就系、是、啊，等我睇下先，最英俊潇洒嘅施大哥，佢系雪糕山最人见人爱嘅动物，对人又最温柔。咩？哇！我哋雪糕山仲有好多动物噶。有机会再介绍俾大家认识啦，下次见啦。